这根本不是三十岁该有的长相啊！而且我真的觉得全员都该上榜，你们自己看了就知道。Hello， 欢迎回到 Tipper 吹一波，我是 Eva。之前蔡妍在回泉州老家的时候，意外的po出了一系列他穿学生制服的照片。在影片开始之前，记得按右下角订阅我们，或是开启小铃铛，让你不错过任何 K-pop 讯息哦。让超多颂跟网友超震惊的，不是他竟然还穿着下制服，而是根本毫无违和，完全就是一个高中生啊！许多人都忍不住赞叹。说泰妍是高中生也完全不会有人怀疑吧，大家不觉得泰妍真的超级适合穿制服吗？泰妍很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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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推一波的就是超级适合穿制服的 idol 们。第一个 TWICE 的智孝， TWICE 上榜的不是莽内赖，而是我们的小队啦。看他穿制服的样子跟我们的子瑜比起来完全没有违和，根本就是同学啊。好啦，但说实话 ，TWICE 真的都非常适合穿制服。第二个 ，BLACKPINK 的 Jennie。虽然 Jennie 是高冷美女系列，但大家都知道她私底下其实是一个超可爱的小女生，而且穿制服也完全适合，完全甜。Girl 的 Beanie， 短发再配上制服完全适合啊，不管是蓝色还是基本的黑白，它都驾驭得非常好。第四个红贝贝的 Irene， 我们的陪女生上榜真的一点都不意外，除了那超不科学的脸蛋外，穿上制服完全跟泰妍一样，一点都不像是三十岁的人。这两个人如果是同学的话，这间学校一定超多人要去念。密密密，我哇哇，而且还都帮他装水。啊、oh. ，我帮你装水，哦你。好正哦，真的是。에이시작해서뭐잠깐만 분명히봤는데아아네아응아아이린아웃아몰라그냥먹어아몰라그냥먹어第五个，我们的小女友优佳亲姑。说到最适合穿制服的 idol， 绝对不能少了我们的小女友啊！而且我真的觉得全员都该上榜，你们自己看了就知道。我们之前有做小女友的特辑，推入坑，快去看。如果你还没入坑，快去看。如果你入坑了，再去 review 一次。在哪？这个校园情境小短剧里，全员穿制服是不是毫无违和感呢？너좋아해난싫어해엄지백점엄지청甚至适合到直接代言制服。
第六个 IU， 我们的国民妹妹，不管出道多久，一样都是我们的国民妹妹啊！不管是在军害时期穿的制服。还是现在穿的制服完全都没变，超级适合。的本月少女的秋秋，不管是什么颜色的制服都可以轻松驾驭，这些衣服穿在她的身上就是她的衣服啊。而且 So What 超棒的，So what？ 接下来是没有上榜，但是我自己本人觉得他超适合穿制服的偶像们，像是 Crystal， 他在《继承者》里面穿制服的样子真的完全适合。你막지마김탄한국왔더라아결정적인순간SO 的世勋，Astro 的车银优。像我们的敏英欧尼，他在新剧《天气好的话我会去找你》欸，这句话好实在哦，我真是只有天气好才出门。他在新剧《天气好的话我会去找你》里面的超逆龄制服装，完全让你不会怀疑他的年纪，而且穿起来非常适合啊。알아늘네가궁금했었다好啦，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你觉得哪一个 idol 超适合穿制服呢？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我自己是觉得少女时代啦。那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的话，记得要按右下角订阅我们哦，还要记得订阅我们的新频道“网人365”。把一个 move 推到我前面，你会帮我做这个特效吗？会吗？给我一个承诺。Twice 里面上榜的不是我们的莽内赖，莽内赖，莽内赖。而且我觉得智孝啊，他真的是瘦下来以后美到爆。而且我觉得女偶像里面，就是有古铜色肌肤的女偶像都非常非常的令我觉得啊，对啊，就是 Sista 系列的，呜呜呜呜，电到呜。然后跟卷拍影片的时候，就说卷，假设用我手脚卷在这里，我都要在这里，因为卷脸太小了，他脸真的很小，眼睛也很大，不要再骂他了，他不是花瓶，他很赞，他超会画画，根本就不懂，你们不懂，卷卷我爱你，卷卷我爱你，希望你有看到这段影片，韩国制服真的很好看，对啊，我这边好想分享一个，你知道就是我，因为我念景美女中。
然后我的哦，不能讲这个年代，帮我把那段卡掉。反正就是我们的学校的制服的运动服系列，其实我当时我在校的时候是不可以穿出校外，反正就是因为我们觉得不好看，不就是不美观。后来因为我在我家附近可以常看到那个景美的学妹嘛，她就发现解禁了，她们全部都把那个就是运动服穿出来，那时候就觉得哦 ，damn 好丑哦。直到今年春夏最新的一个时装流行。我看到一季穿了一套跟景美运动服一模一样，还上电视节目。我那时候想说，原来是我们已经 out of fashion 了，学妹才是走在时尚尖端的人，我们还在那边气说很丑。没有，偶像都在穿，我真的气死，我要找给你看。原来是我们已经 out of fashion 了那年代。想看超母汤的韩国 MV 看这边，想要看超害羞的舞蹈动作请看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什么这样什么特效？这样什么特效？你知道吹粉不是都有人说特效在做吹，帮我弄一台飞机过去的那种特效。嗯